Attention！我是情报英文担当，颜值非常值。我怎么是英文担当？拜托，还是青年日报雷哈娜呢？我唱给你听 ，A B C D E F G。今天我们来到海军官校，听说这周是他们的英语周。有比我还强吗？比我还强吗？还强吗？我青报雷哈娜来测试一下同学们的英文水平 ，Let's go！ 现在我们来到海军官校的教学大楼，我们就来突击学生的英文能力吧。啊，那也没人。2000 years later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来来来，我们是青年日报，那想今天对你们做。英文的突击检查，你接下来都要用英文回答哦。想请问一下同学，你的名字是什么 ？My name is 赖晨阳。好，想请问一下你的级别是什么 ？I'm a sophomore。好，想请问一下你主修什么 ？I major in Department of Applied Science。好，那接下来进入我们快问快答时间，你都只能用英文回答，有信心吗 ？Yes。好，很好。那想请问一下，你有几个女朋友 ？Only one。等等，这是满足私欲吧？那我和女朋友掉进水里，你会先救谁 ？Of course you。同学，我要你对白，不是叫你告白。哎呦，这弟弟嘴巴很甜呢，你是不是有点喝酒 ？No。哥喝的是爱情酿的酒。那想请问一下，酒驾的英文是什么？Let me think about it。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。这弟弟的英文很厉害哦。那如果你要带我去看医生的话，你要怎么呈驾单？That's easy. Turn in the pass. 很好。他们上课很认真哎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。What？ 你好，我们是青年日报。那今天来做英文的突击检查，你接下来都只能用英文回答哦。好，我看你身材还不错，想请问一下，国军三项体能测验是什么？俯卧撑 ，push up。仰卧起坐 sit up， 三千公尺跑步 three kilometers run。好，那想请问一下，我自己很喜欢吃潜艇堡，想请问一下潜舰的英文是什么？潜舰的英文是 submarine。错了，是 subway。哎，同学，来来来，我们是青年日报，然后今天要来对你们做英文的街访，那你们接下来都只能用英文回答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那想问。先问一下男生，你的名字是 ？My name is Paul Mushan。好，你是？我看你是士官，你是几年级的 ？I'm in second grade。哦，所以你要毕业了。那想问一下，下士的英文是 ？Petty officer third class。中士的英文是 ？Petty officer second class。上士的是 ？Petty officer first class。错，上士的是 Apple 十二。好，那再问一下左边的美女，想请问一下你的名字。My name is 郑旭婷。好，想请问一下你的年级 ？Sophomore。那你主修什么 ？English。哦，所以你的英文一定很好。那我给你一个进阶题，看图说故事，这是魔王级考试哦。想问一下，你用这张图，然后来做一下描述，英文做一下描述。The cruise ship is Kangding class and the pendant number is 1205。哇，你的英文也太好了吧！好，你是也想来挑战一下 ？Yeah, sure. Okay. Oh, at the bottom of the ship, there's a small boat cruising to the warship. 他们英文也太 amazing 了吧！他们现在好像在集合哎，我们来拉几个同学来访问一下。同学，同学，来来来。好，我们是青年日报，那我们现在做英文的突击检查，想请问一下同学，你的英文名字 ？My English name is Daniel.你主修什么呢 ？Information Management。你是什么几年级的 ？I'm a junior。好，那问你一个简单的英文问题：海军少尉的英文怎么念 ？Ensign。哦，同学英文不错嘛。那想请问一下，你们到底在忙什么？这礼拜是英文周吗？刚刚集合。英文周？英文周是什么 ？We have a English week every month, and I have to go now。那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？Yeah, of course. Okay, go.
Attention! Fall into the room of a mission! Just not the alpha!英文中的餐前集合，是不是感到非常的厉害呢？那我们现在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来揭晓他们的谜底 ，Let's go！ 哇，我们现在很像来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方 ，English Interactive Immersive Classroom， 英语互动数位情境学习教室。那么的话，我们就来一窥老师与学生课后辅导的状况吧 ，Let's go！老师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这边的同学英文能力都这么溜啊？海军是国际的军种，在国发会2030年双语政策指导下，学校订定了很多的精进做法跟成效指标，来辅导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，希望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跟自学的能力。哦，原来都是海军上下一心努力的成果。好，那想请问一下，这么优质的环境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是的，在营造优质的学习环境部分，学校去年底完工了情境教室，提供了环境跟虚拟的互动教学。这边呢，目前作为双语导览的培训场地，还有社团以及本系的教学跟讲座场地。原来如此，这都是老师跟同学们共同努力的成果。好，那老师，我们青年日报有准备一个，因为你们英文很厉害嘛，我们有准备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，就是我们以下不代表青报立场，独家特有的英文好棒棒，我叫你模仿，没叫你超越。好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有什么想说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次见 ，Go Go Navy。如果您喜欢青年日报影片，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关注脸书、IG、推特、Flickr 相簿和 Telegram。除了最及时的军文，还有不定期的抽奖活动哦。